今朝嘅 ET 个股推介咧系百度9888，拣选原因系中央发布数据20条，搭建数据产权、流通交易、收益分配体系，有利掌握大数据嘅科网企业，例如系百度实现价值。百度嘅业务咧就系分为呢个核心业务，占佢哋收入超过70%嘅，以及系外企业。核心业务包括咧就系移动生态系统，例如系百度 App， 用户数据咧就庞大嘅，月活跃用户咧达到6.3亿户。云服务同埋解决方案。產品包括係咧 ACE 智能交通解決方案，涉及咧就係智慧交通管理、城市路車數據嘅收集同埋展示。咁現時咧已經有63個城市使用噶啦。智能駕駛計劃啦，例如係自動駕駛服務啦、無人車服務、地圖。摩根士丹利引述公司嘅管理層就講到啦，內地經濟重開，廣告業務咧前景更佳。該行預計啦，廣告復甦咧帶動利潤咧會提高噶。云产品组合优化，成本控制更加严格，对非广告业务的长期增长潜力保持乐观。彭博综合预测，百度2022年全年经调整的盈利会上升 8%， 2023年就是增长 10%。 策略上，百度昨天就是上升 0.2%， 报106.7。近期走势上就是出现回吐的，可以在早前突破位100元附近就是分住收集的。上望咧就系高位，大概系123元，止蚀位咧就系定喺92元楼下嘅。